你为什么要把义俊还给我？老实说，如果你再婚呢，我没有办法。看着我的孙子被虐待，现在正在进行孩子养育权的诉讼中，就目前状况看来，对方会比较有利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会帮你们，不让孩子被抢走的。我长话短说嘛，把义俊还回去。怎么能为了分开我们向孩子下手呢？我们结婚嘛。 这是能让我妈放弃、不让义俊被抢走的唯一的办法。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，《好女人坏女人》。